最近呢，我们通过对三洋盆地发现的恐龙蛋的研究呢，认为恐龙的绝灭呢，可能还有另外的一种解读方式。一方面呢，是我们在三洋盆地呢采集了近1000多的这个恐龙蛋和蛋壳标本。那么我们通过对它的研究呢，认为它只有3种类型。那么它所对应的恐龙呢，只有2种，就是窃蛋龙类和鸭嘴龙类。后边这张图呢，我们给大家复原的呢，就是我们手里面拿的这个长形长颈蛋的这个蛋标本和上面趴伏的一个窃蛋龙的骨架。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做了这个磁性地层学和研究，发现呢它的这个时代呢是属于这个6800万年到6600万年之间的这个时间段。那么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恐龙的绝灭呢，一般传统的观点认为呢，就是小行星撞击或者是说火山喷发这2种假说来解释，都是外在的因素。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呢，实际上在恐龙绝灭之前，可能它的属种的多样性已经降低得非常多，那么它的这种内在的因素影响可能更主要的是它最终走向灭亡的一个因素。